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陈教授。要有辣椒不要嘞，快有了，好这边了。我快不可以，那早快好，可以早点整点弄啊。有。可以早点不忙送，不忙送就上边，快不可以别去早了。快有树皮，树皮快有园长。我早有园长了。快好个有呢。不换笔刃，就很快上来吧。对呀，这个很弄了这样，这弄了这，你搞个不，那摸脚的那些，你是不对，还没到那天，快快点去去叫，快点挨一叫，这样挨快。这挨快了的，哎，啊，喂，这挨快吧，练腿啊，再挨一套，哈哈哈哈哈，来，来，来，喂，带了吧？那嘿，那嘿，我不进，我不走。哎呀，打鸟啊！他说鸟太小了，吃了也没肉。快换天，你再换吧。哦，快不换？那些都是水，下的。再换哪个？蛮快了，但少了恼恨，但那恼恨恨。搬家没困难吧？来。没他来困。啊？坦搬快啊！啊。不好嘞。不好啊！哎，铺里面铺少啊？我铺少。呀。好，白底靠。白底靠啊？好，白底靠，哦，白底靠。哎，上班的。เลือกไปติดเข้าไปยุกกันเลยยุกจังทองติดเข้าอ่ะเออติดเข้าเออคือนี่ได้หลายมากเออ这个佳妹子的妈妈说，她说他们这个村子这个房子是给她儿子住，他们要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，要去。在县城里面做小生意挣点钱啊，他们一年才回来四五次。叫外娘。啊。叫外娘。开玩笑，这个怎么还是小家家找了？怎么喂呢？你养羊。你去路边找。他说刚才听到我接电话，他问我是谁，他说等一下我回去了，肯定是我的妹子会骂我。这是一个邻居，他们问一下他这个稻谷收好了没有，收了多少稻谷？他说收好了，收了30袋稻谷。他交个一，他鸟个一吧，他交不得一，一条他鸟。才收了糯米，这大米还没有收。哼，上外地，嘿嘿，OK。他拿个筛子。这个袋子里面是找的一些昆虫啊。就是它嘞，是松露，是松露，来松包。哎，我这哪家？也还啊，还还叫还猛叫。家妹子送了一朵花给我了。哎，我看一下他家的。别娘。哎，我还能塞吧你？好嘞。他家里全部是铁皮做墙。这个可能是外面的客厅，空荡荡的。哦，这是他们的房间卧室。不明白了啊，好难叫啊。
นอนค่อยแต่นั้นเองเงาก็แล้วค่อยไปถ้าบุยถือมานอนน้องใส่จะเลยน้องใส่ค่อยนอนที่นี่เดี๋ยวเราค่อยไปน้องใส่ค่อยไปนอนที่นั่นน้องใส่จะนอนที่นี่这边还有一个床铺这个真的是家徒四壁这边是两袋米糠喂猪的哎，那就好叫了玻璃的。叫了安，叫了在放安弄哎，现在自己搞了。嗯，这他家的厨房。哦，怎么在这里嘛？铁皮娃也是锈迹斑斑的。他接我那天的嘛。刚才那个地方，他家的门太窄了，车开不进。停在路边又有那个大车路过，拉着一车玉米的，所以我把车停到这边来。这是家妹子村子里的一家邻居。这个前面是在削竹皮啊，肯定是削来绑稻谷的。老挝乡村生活就是这样的。阿爹。我要快些点，还早，快做还早，快叫人快。叫那分家卡得快些了嘞。啊？叫那分家卡得快些了嘞。快点睡觉。他家这生火了，准备做饭了。这个一边一根这么大的木头在这里烧，我的天哪，他都不劈开。哼。没人家弄生啊呢。嗯，还好呢，还好还好，那那那，靠，这靠很远的啦。那靠，你靠，也得手臂。这个家妹子她说，这个新房子对面那有一排老房子，木房子，就是他们上学的时候那个学校。红天白炕那边的吧，红天白店的吧。白林的。啊。叫几白啊？啊。白带，别忘白粉。摆带啊，摆定摆跳吧，摆办吧，摆 ，OK。家妹子要带我去他们的小学去看一下。啊，你明年家？啊，你明年？啊，你呀？啊，不能的。这是挖了一个井啊，我以为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取水的，它没有挖得很漂亮、很规范，挖了这个么大池子在这里。啊，你和金和二样？酸角。样摔跤。酸角。我不得。酸角。摔跤。我不得哟。啊，你的。肯定不护。从这里进去学校。班里没班老班懵啊。班老。班老啊，不没困懵啊。你好可怜呢。没叫啊。哈哈。喂，沙巴利，他们邻居有个邻居在织布，一个邻居在织布，沙巴利可太酷啊！哇，这个蛮漂亮的，是不是蛮漂亮 ？OK， 织布机，我想起织布妹了，遗憾织布妹已经不织布了。难怪他们这个建筑是老龙族的，和苗族不一样，苗族是一层。老龙族喜欢建这个吊脚楼的建筑。嘿，这里有个秋千，小孩子玩的，荡秋千。喂，哇，这个去学校转了那么多个弯，终于看到学校了。这是校门，
好的，小孩子在这里啊。哇，这个学校蛮漂亮的，这是算是老挝比较高档的学校了。哦，这是佳妹子以前上学的教室，现在还在使用中。我看一下他们的教室，嗯，这个教室四面漏风，这个黑板接近我们中国的黑板了，比很多学校的黑板要好。这个是一些美术用品，这是教室外面他们休息的凳子。这是佳妹子以前上课时的教室，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。一年级。来了没？嘿 ，OK OK。哇，你不来的。嗯，这是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，他说这里他们这里一共有六七十个学生，四名老师。快来马的蒙坎，来蒙坎嘛。这个老师带我们去看一下学校。喂，这个教室蛮漂亮的。他们是脱鞋子进教室的。这是他们学校的四名老师啊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说老师工资好低啊，他说学生少的话就是160万、150万，学生最多的时候有200万老币一个月。他们四名老师中午就吃这点东西啊，酸角，这是树上的，蘸点酱吃，然后应该可能带了一点饭过来。这是他们的办公室，这些桌子椅子还是可以的。他问我中国有没有这个，有警民，你板块不明。啊，好的孩子围在这里看热闹。我妹我征求了老师的同意啊，来拍一拍他们。哦，这是他们的教室，新教室，贴了地板砖的。哎，可能是现在把凳子放下去了。因为他们老师，他们旁边有个讲台，博士放在正中间，这边还有一排凳子。另外还有几个其他的年级。佳妹子进来了，不得命来哭叫。不是呀，你来哭叫了。哎，哦，这个佳妹子告诉我，她说旁边这个妇女是她的老师啊，那边来哭哪逼了？边哭三四十逼了。三十八。啊，34，边来哭了34B了，34，13，过来，边来哭一年38B了，说实的，没有啊。佳妹子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说，要是能有个船在这里，天天可以在这里乘凉就好了，
不要为生活、为工作、为挣钱的事操心，那是人生最快乐的事。喂，他拦着我不让我出去了。不少块，不少块又很，又很不该，不该打蜡了。浇米片了。啊？浇米片了。快米了。还要分分钞。啊？还要分分钞。浇米分块。喂，快米分了。浇个米分了，快个米分了，别等了的。เป็นเยอะให้เราเป็นแฟนค่อยเราไม่อยากเป็นแฟนค่อยก็จีได้ผัวมาเป็นง่ายได้เยอะแค่เยอะว่าก็นั่งขัดกับเอาอีกจังมันเยอะแค่เยอะว่ามันเลยแค่เยอะว่าเขาเป็นยังบ้าเขาอีกจะเป็นลงใส่จะเป็นลงไพ่ก็ได้ละค่อยอยากเป็นเมียเจ้านะเป็นลงเจ้าดี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ลงไข่ดีกว่า no no ยูเจนนี่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งามปะโอ้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งามมาละปังไข่มีแผ่ก็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สามชั้นสามชั้นนะ方块面牌上面三层。方块了，对吧？方块。刚刚看到那金鹅呢？鹅有金啊，叶子。叶子。对，叶子。叶子。啊。OK， 挖得了。嘿嘿，交货了哈。会挖得了。嗯，面了，就挖得了。嘿嘿。他爷爷来做个哨子了，要学拜西了。我看他徒手做啊，看能不能做出来。哼，他爷爷找了个一根草，把它通一下，这根稻草。我们从学校回来，他家里已经在做饭了。他妈妈在炒菜。看过了拜西做哨子，我来看家妹子来做哨子。哎，他这个做法和拜西的一样。没有吹响，估计没有成功。没成功。他家里炒菜的又不同了。我看别人是小勺子，他家里是一个木勺子在炒菜。这是骨头啊，肉上面的排骨。啊？不抹，边凉不抹。吃的饭回去了，快有你很凉。花瓶艾蕉、地瓜。嗯。让菩萨快地浇啊。嗯，面了。快不要菩萨来，快快面菩萨了，浇饼弄少快。那他写这个照了。对。没快不得吃吗？不快不得包，没快。嗯。在呢。嗯哼。啊，现在吃饭了。吃了饭我们就回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